秦昊在电视剧《三大队》中饰演刑警队长，开播后收获好评。他受访时透露，这部作品拍了110天，每天拍足12小时，他的戏份非常重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秦昊在开拍前减重15公斤，同剧演员试图效仿他的减肥方式，但跟着他的食谱吃了一天就直呼受不了，可见他为了减重付出不少努力。他在开拍前跟导演一起与真正的刑警见面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就为了把戏演好，令观众能够共情。希望能透过角色传达，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，让这部剧的核心定义不只是找罪犯的推理剧，也是寻找自己的戏。至于近期接演的作品，大多都是犯罪悬疑类。秦昊则坦言自己不限制作品类型，最看重的就是生活，因为演技来源于生活，所以演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演绎角色的方式也会不同。